我一定套路他都知道了，我从三个过来他就很便宜了。哎呀，我们从三个过来很远呐、老板，哇，这球多少斤？哎呀，从假的你怎么说？好了，现在我们一个挑战，涨价。我们很想要些快钱，能不能买到？然后这个免费，这个免费。老板啊，这个多少钱啊？30块，好。快，我们是从香港过来的，最便宜。老板已经知道了，所有的套路他都知道了。我一从我手，我从香港过来，他就很便宜了。哎呀，这个啊，老板我买多一些，便宜一些啦，这个。送给老婆5块钱，但是大家不要说是5块钱，是5万，好吗？5块，哎呀，不知道你要怎么买机飞机票啊？谢谢老板，好生意啊！好，再见，